自动化指纹解锁置物塔。我现在要放物，蓝色大拇指，放物，按一下存取钮，输入指纹，再输入一次指纹。绿色食指。黄色中指，红色无名指。我现在要取物了，大拇指。蓝色大拇指，食指。食指绿色，我现在要取无名指，无名指红色，最后一个中指。中指黄色，这就是我们做的指纹自动化指纹解锁置物塔。